자. 자. 冲吧！我香港的那个训练师推荐我要喝这个。接下来的行程拉伸一下，然后或者是那个按摩餐打一下，等到九点就跑。对，那我那次是我们第一天打一打一。因为我一加速的时候就这样一转身，然后整个人这样直接滑倒，然后我也没感觉，我就去练，那样回来了，然后哇不太行，感觉很痛，结果第二天更痛，就刚好你们到的那天就已经动不了。对，就保持1:30一个圈，因为我第一个礼拜上来跑的时候，第一次跑的是最后时间是10:30。然后我现在是9:35，所以我有进步。虽然就是变田径运动员，不是篮球员，我现在是田径的。我都尽力跑啊，我每一次都尽力跑啊。B 哥 ，Morning， 精神。一直秉持，开心。人都跑疯了，我操！人都跑疯了，张浩都懵了。我走过来腿都硬了。啊，赵华，这个你尽量跑，但别跑10分钟以外啊，因为你上次跑的太快了，咱把这保住了。韦博呢？快点，宇豪，8:50。这支球队呢，我们从组建开始是从这个月10号正式开始组建的。那么在组建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现在有12名的大陆球员，然后有2名香港籍球员。我希望的是将香港队呢，在将来能够有一定的特点，包括要打得快，然后打得准，还打得狠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在训练上呢，做出了大量的工作。包括我们的力量训练，包括我们的田径场训练，包括我们的投篮训练，就希望打造出一支非常有特色，同时呢又有精神面貌，有一个极高水平的一支球队。回来香港不打球了，都瘦下来了，去做模特，我当经纪人。故意穿不同袜子。是洗到乱了，顶住我，加油！你这个加油很有用，加油！顶住我，现在去投篮了，投100个，然后就吃饭。其实这些都还好，然后其实都习惯了。就是一开始第一个星期是真的好累。3名的是赵华啊，他今天不错。他来了以后，他那个脚有点小毛病。再一个，你们知道他一个没经过咱们这种系统训练，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更难一些。但是他俩表现不错，尤其是赵华啊，这一周整个的球队都不错。在球队里边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说，第一，他们很努力，他们的努力程度就超出了我们就是对职业的一种想象。第二一点呢，我觉得他们很谦逊。他们在每一次教练讲话或者在跟教练沟通的时候，他都能很好的去或者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些东西，整体上都是良性的东西非常多。香港 Go！ 他一个人声把咱10几个人声都盖住了，不行，赶紧行，要快点休息准备下一个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每一次练习完了，实照完之后都会做。他们的训练要求非常严格，他们真的跑很多步，我们还在慢慢适应啊。很累，累，很累。所以我说，我
好喜欢听他讲话。他讲话都你都不不能接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好嘞，然后都没有。他讲话都是这样的，但是他很搞笑。很早，应该从我中学的时候，然后开就是认识到他，然后慢慢打了多足球手。我以前就在东方龙狮打了很多年，他就在反而在南华打了很多年。季后赛的时候，我们都常常相对或者在决赛队对的比较多，而且我们香港队也是一起练球的。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角色，我们互相鼓励，就是毕竟我们两个人认识了那么久。然后我们也了解大家什么时候是累啊，心态有所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这样。香港很久以前有一队在 CBA 打过，然后之后就没有了，尽力做，就试试看他们这边的风格吧，就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对，普遍来说，对香港人的感觉能够往内地打球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香港球员的更上一层楼的指标，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跟住他们的步伐，然后慢慢自己进步，这样健健康康打好每一场，这样。今天下午练习还好吧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十个人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做一些简单的配合，就是挡拆啊、防守啊，就是配合一些大家的默契吧。他们在技战术水平上，就是说篮子比较准，而且呢身体还是比较强壮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篮子会成为一个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。刚刚训练完，然后等一下下一课是7:45投篮，投一个钟嘛，一个钟了，8:45，普通话还是一个小时，一个钟。对，下午练球完之后，通常我都会坐在这边，因为老大有汗很脏，我不会坐在场上面，然后我就坐在这边等一个小时，现在是6:43了，等到7:35我们就走过去。现在去投篮。哪里不像啊？很大啊你。哪里不像啊？我应该纯粹。你怎么像啊？真的。他24，他25，我29。你他妈的是？你找到房间去啊？你他妈的是？你看你怎么像个蛇啊？你营养很好啊。你家在哪边？在黑龙江。我黑龙江。东北是辣的吗？不辣。东北菜很好吃的。那香港菜更好吃啊。香港很有名啊。你想吃什么，香港都有。从来没去过香港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香港。真的假的？你去了香港，我会跟你说，你会不会想回来？啊。吃不了的东西。你们有去过东北的吗？没有啊。其他国家去过东北，你就发现东北菜是最好吃的。东北最有名当然是烧烤啊。哦，烧烤吗？黑龙江那边就烤肉会好一点，辽宁的话就烧烤会好一点。有分别吗？烧烤跟烤肉？都是烧烤啊。很不一样的，烧烤是烧烤，烤肉是烤肉。有什么分别啊？烧烤是别人给你烤好了，串给你送上的。烤肉的话不是的，烤肉你自己烤啊。哦，烤肉那个铁盘是上面。对啊。哦，因为通常我早上都是一杯奶茶。然后下午一杯咖啡，晚上一杯，所以现在我好累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习惯不了。对，早上吃喝牛奶，晚上一杯热的。香港不喝热的牛奶，都是冰的。没人喝牛奶。对。我们现在是最后投篮练习，200球罚球，然后就继续投球，投完罚球就投球，投到时间结束。
人，嗯，好，适合拍恐怖电影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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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衣服要用蛋白粉。这是你的蛋白粉是吗？这衣粉啊。我们现在要看国家队物理治疗，哎，队医，国家队队医，小猪，猪哥，猪哥，哇，那么多人啊！哎呦，跟快跟到这儿了，太专业了。啊，来了，掉了，是掉了，掉了，已经掉了。完了，今天有点那个，你休息。刚举的那个，是。今天的人生要结束。今天就完了，我们。聊着讲电话，看看手机，然后就睡觉了。这就是我们训练的一天，那我们现在要休息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累吗？很累。拜拜。